多才多艺的客家歌手请伊比。今年呢，法典慈济大学邀请伊去学校来开音乐同美术双学的课程。二十五安步，慈济大学派二十六主演的高庆，请伊比呢就特别举办按多年来的创作分享会，对传统太普调创作行业流行歌曲，现场还展示出几下部几七家百的书名。现场来参加的时阵，大家都知道学到当多。都推动展现上过客家十个首车子位草案部都发连刺激太后任意堂老基创作三十年内各种改歌曲找四期绿撇一条一条分享本推下堂中这是发连刺激高人跳一百几百个客家英文音乐会本是闽南汉音乐刺激高中还有几多四声都起到感同最初心是很好的，因为他觉得客家文化哈，就长期的跟主流的文化是在一个不对等的一个地位上，所以他希望把它发扬光大。他会来跟我们分享很多他的一些创作理念啊，跟分享他的歌曲，所以其实有时候听到蛮感动的。除了染床，恰一位还用样片点出安多年内所创作的人物塑像，分享作品后不改故事。恰一位杨认为，俩电影是自家的创作非故障，还可是用音乐、老画图来分享客家。我自家来学三十年的艺术的东西哦，莫单讲个音乐，还有画图，老去想法起来，就先到最有嘛最精华的部分哦，让俩学生来分享，我感觉非常的用心，也非常的欢喜。其实听不懂，但是它不会影响你欣赏这个音乐。不会，我觉得它的那个韵很非常美。此台高峰讲，恰一位今年所开的音乐老美术双学课程，是学校同时教育中心跳一百双学，已经得到学生个正面回响，所以咧下日东东都该规划相关个人文课程，希望能摆做得变做此台特色。下个新闻，冯小琪发点报道。